你都看了半天了，给一个态度啊。我觉得这是个陷阱，这一定是西田扔出来的诱饵。我不管什么陷不陷阱，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机会。你别一天到晚的就会推三阻四的好不好？小宁，我觉得梁队长说的对，这不是推脱，而是谨慎。道理道理，你们男人就一天到晚只会说什么什么什么道理。哎，行行行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哎，来来，拿着你的道理，回去睡觉吧，我也要睡觉了。什么狗屁道理！李副官，啊，梁队长，钟将军已经故去了，我也就不再是什么副官了。你是前辈，就叫我学武吧。啊，学武啊！我刚才的话，是不是说重了？你说的都对，但是依着他的性格，恐怕啊，很难听得进去啊。嗯。这还真是个麻烦事啊！乌木在商会这几天，我们都要把他看紧了，千万不能让他去冒险呐。对，那今天就从我开始吧。好。队长，您这是？啊，您来的正好。收拾一下，跟我去一趟商会。嗨，可是那里已经布下了严密的埋伏，您这个时候去，会不会让猎狼人警觉？你觉得武木能让我们放心吗？起来，大白，你伤还没好利索，去休息吧。去。哎，早。嗯，早。他们呢？队长在休息，耗子出去办事了。那玄武哥呢？铁面。切，我哪知道，我又不是他爹。你干什么去啊？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要去哪儿啊？现在可是非常时期，你最好不要随便乱走。我可是一口香的老板，我去一口香算乱走吗？这个是什么？你别动手动脚的，行不行？我这不是怕你去找武木吗？哼。管天管地，你还管到我头上了？你给我让开！不行，这是队长下的命令。你个沈大肚子！你个沈大肚子！仲宁，仲宁，你别这样！把你那天的胆量给我拿出来！哎呀，仲宁，拿出来！你别这样，拿出来呀你！拿出来！铁面，他拿着枪呢，你看。啊，学武哥，给我看看。幸好是枪。勺子，你这样能等到钟宁吗？武木是钟宁的仇人，所以不会放过他的。你要是不帮我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这都两天了，我净陪着你在这儿坐着了。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宗盛那边是离不开人的。难道你不想见他吗？不见的时候想，见了又能怎么样呢？只能让人更伤感。
小蝶，你见过他？哦，见了。他变化大吗？啊，样子没有变，只是身上多了一种冰冷的感觉，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哎呀，不说了，今天宗盛做理疗，你呀，必须跟着我，走了。你给我小心点，走了。一定要确保这件事情万无一失。叮嘱他们，对。太君，武穆在那里喝酒呢。丢尽了帝国军人的脸，叶天，我命都要没了，我要脸干什么？啊？这已经第几天了？我每天都坐在那里，像小丑一样。你们卖的那些废纸公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只是一个诱饵，引诱杀手来的小虫子。闭嘴。杀手已经过去五天了，他们随时回来。就你这个样子，连抵抗能力都没有。你还知道这是第五天了？我每天都在这里等死。这样的滋味，你受得了？这样的滋味，你受得了吗？我不愿意看到你这个样子。去厕所。这种驳壳枪啊，在使用的时候后坐力非常大，如果你这么直着瞄准猎物的话，就容易出现失去准星的情况。这时候把手侧过来瞄准猎物，一二三。好，咱们继续啊。继续吧。师傅，嗯，他们呢？哦，三兵送大北去了。那我玄武哥呢？他跟着他们一起去了。哦。三兵的枪法虽好，但是炸药方面他不如玄武。今天正好来了一批装备，我让他去看看，别弄错了。哎，今天你怎么这么老实啊？不嚷嚷着要去杀武穆了？您在家看家，我能去得了哪儿啊？哎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哦，稍微调整一下。行行啊，哦，你还记得上次我在这把枪上插了一枚硬币吗？记得。这把枪的枪管质量非常好。可是现在小鬼子物资缺乏，做枪身的木头已经大不如前了。哎，装上基座以后，它会不稳定、不牢固。嗯，那么我塞上一枚硬币呢，基座就变得稳定了。你说，这木头问题和狙击手有没有关系啊？有，我以前还真没想过，这两者之间还有关系啊。对了，你帮我把这个错一下。这儿有个印儿，不要错过了。哦，好的。哎，那您干什么去啊？你中午还没吃饭吧？我特意给你做了碗红烧肉。学武说你最好这一口，我去给你拿去。啊？哎。啊？
在哪儿？在那边。啊，那边。
真拿使出来让我看看。确定你的身体能不能支撑得住今天晚上进攻油料库的行动，计划必须取消。过了今天，如果你的身体没有异常，计划可以随时执行。嗯，你这个决定是对的。哎，不过刚才你不该责怪钟宁，他不是我们的人，有理由去报仇。错了就是错了，不管他有什么理由。你这么想是不对的。这世上的事，不是光有对与错分得那么清楚。在对和错之间，还有一块地方，叫人情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最终都是为了人。这一点你要记住。啊？哎，没事吧？学武哥，你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？我只想杀掉吴木报仇，我做错了吗？小宁啊，我们和他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，我们在一起只能是相互连累对方。你知道的，我最怕连累到别人。我当然知道。可是他们都在怪我。他们没有在怪你。你不用安慰我了，爸爸就是因为我才死的，现在又是因为我，师父受伤了。这些都不是你的错。
我知道，你最害怕我面对危险。放心吧，等师傅好了，我就让他们走。 无目的死，难道你没有什么解释的吗？没有解释，没有解释。他就在你的眼皮子底下被人杀了，你现在竟然说没有解释？这计划不是你策划的吗？难道这是为了好看吗？长官。 通川城随意进出，为所欲为。秋季的清乡计划也要开始了。我们的部队离开之后，难道这个通川城就交给猎狼人不成吗？你们宪兵队占有了帝国军队最好的资源，可现在都成了摆设。八大阁下。 大胆阁下，如果我们配合，我是不会死的。他是被自己的胆怯和怯懦吓死的。正是他借酒浇愁，给了杀手机会。这不是理由。告诉我，你什么时候可以抓到凶手？怎么，连个时间都不敢承诺吗？你不是一直很骄傲的自称是？ 抓住那些抵抗分子的恶狼吧！现在倒好，你这只恶狼反而成就了猎狼人部队的威名，枉你还是大川的得意门生，我都替你的老师感到羞愧。八道阁下，我可以接受你对我个人能力的质疑，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攻击我的老师。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？ 杀死武穆的不是你了，人！你说什么？杀手的目标一开始就是你，他要你和你的心腹手下死，这个你和武穆都知道，否则武穆不愿意去做诱饵。这有什么区别吗？这是个人恩怨。我相信，杀手和猎狼人曾经合作过。 但是我鉴定，他们不是一回事。你能确定？我能。大刀阁下，请。我让武穆做诱饵，不只是抓住杀手，更是让他确认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，来揭开这段时间一直蒙蔽我们眼睛的假象。 如果杀手是猎狼人部队的一员，那天商会的厮杀就不会发生。龙王是一个出色的指挥官，他的行动必定会有明确的目的和意图。猎狼人进城，肯定和我们即将展开的清乡有关。我想武穆的生死还不够格影响到我们清乡吧。 我们缴获了猎狼人带进城里的爆炸装备。继续。根据实验室分析表明，这些炸弹的成分做了调整。与其说是炸弹，倒不如说是燃烧弹更准确一些。我刚才说了，龙王做事一向是目的明确，手段直接。他们带燃烧弹，目的就是为了纵火。想一想，燃烧之后。 影响我们清乡的是什么？是我们后勤的油料、炸药、车辆都是他们的目标。可是当我知道了这些以后，我无法将宪兵队的力量分散去寻找这个杀手，而错过了与猎狼人的斗争。我明白了。为了安全，我需要对原有的保卫措施进行调整和改进。当然了。 可能会影响到驻军部队的安排。
宪兵队的行动需要大岛阁下的支持，我会积极配合。谢谢大岛阁下。对杀手的追击绝不会停止。勺子，勺子，你干嘛去啊？站住！哎，这里没禁言了，走开！走！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带不走开箱子，快走！走，快走！走吧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？我昨天要是来了就好了。哎，林蝶，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，我只是觉得可惜。咱们已经等了四天了，明知道钟宁会来，这不是错过了最后见面的机会吗？就算你怪我，我也不在意。昨天我很庆幸把你带走了，如果看见钟宁，还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子，到时候再被宪兵队抓走了怎么办啊？我不怕被他们抓走，我现在恨不得就冲进去把这帮日本人杀了个精光。哎，林蝶，你到底明不明白我的感受啊？明白，我怎么不明白啊？我爸爸被大川害死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知道了那个滋味。可是人活着，不只是为了仇恨。如果我也去报仇的话，宗盛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我眼睁睁地看着，不管不问吗？我知道错了，光知道不够，一定要这样做。你搬过去跟我住，我不放心你。这边是大门，这边是主油罐，这边是加油泵站，这边就是我们搭的席棚。小鬼子，对你们这次进城的目的有所察觉，西田已经下令各军事要地加强了警卫，油库早就已经接到通知了，已经开始了油料分装。到七号早晨，就要把这些装满的油料运到军营的车队去。你们要是再不来，这个油库炸不炸就没有什么作用了。所以我们不是马上赶到了吗？哎，搭这个席棚是不是为了油罐遮阳啊？是的，小鬼子做事很仔细，昨天下午就开始准备了。要是没有搭席棚这个理由啊，我还真不知道叫你们怎么进来呢。哼，哎，你的伤好了吗？哦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哎，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做呢？我想明天我们就开始行动。好。去哪儿？没去哪儿。想去油料库是吗？如果你是因为老梁受伤，心里有愧，想去帮助他们的话，我并不反对。不过你去那里的话，我必须得跟着去。不行。学武哥，其实我只想出去转转。嗯，小宁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会严格看着你的。无论你去任何一个地方，我都必须跟着去。我不能让你再接受任何的危险。学武哥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啊？老梁是因为我受伤的，我必须做点什么，我不能让他们觉得我是个废物啊。你很在意他们的看法吗？当然。你和他们只是偶然相遇，他们是军队，有他们的原则和方式，他们就是为了完成任务，达到目的之后，他们就会消失。不管你做过什么，做了多少，都不会改变这个结果。你一定要相信我的判断。我知道，但我不愿意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学武哥，你看看这个院子。就要窒息的感觉，我真的不想再尝试，不想再体验。但是自从你和老梁他们出现以后，我觉得自己再也不孤单了。
走。OK 啊。下一个，你过来。这边行动失败，就全靠你们的远程火力支援。好嘞，过去，走，山，走，走了，走，山，走，走。队长，咱们行动吧。哎，不行，你看，那儿查男人查的那么紧，这炸药怎么带进去？好的油桶不能在阳光下暴晒。我说的不是这些。这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人进驻？油料是皇军的血液，不能有丝毫差错。师傅，你别让小五子掩护，我先去把炸药放上去。不行，西田来了，让小五子干很危险。我看咱们先撤，然后再想办法。啊，你叫这些人全部离开这里。啊，太君，这西炮还没打完呢，怎么能让太君干粗活吗？执行命令。还有你也一块离开这里。太君，我是这里的总管，已经干了一年多了。你的工钱会算到今天的，你也看到了，这是宪兵的命令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哎，大家放下手中的活啊，太君让出去了。走了走了走了。长官，已经执行您的命令了。警卫数量增加问题，我会和司令官协商，尽快给你派士兵过来。我明白，我会严格执行阁下命令的。中国人惯用借助关系做事，在他们眼里，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来的重要。一旦油料库有中国人参与，很快就会在这里蔓延开去，很有可能就成为抵抗分子渗透的机会。西田见过你怎么办？先别急，看看情况再说。莫怀柔，啊！笨蛋，你流氓，怎么回事？你这个流氓，臭流氓！太君，不算，打死你！流氓，别打！臭流氓！我没有，打过我！我告诉你，你告错人了。我没有，记住，我让你记住，我没有，我打死你！我今天饶不了你，打死你！哎呀，快走了！你看他。走了走了走了。
不要命了吗？ 知道的情况就是这样了。嗯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油料库原来是林家化工厂的一部分，那一定有人知道化工厂里边管道的情况。这个不好说了，日本人来了以后啊，就被抢占了，改为了军用。这已经是两三年前的事情了，可能具体情况知道的人不太多。嗯，行了，这个事儿啊，你就别管了啊。菜洗好了。哎，啊，菜洗好了。 我知道你犯什么，焦武子，回去向领导好好汇报一下这儿的情况。这儿嘛，我们总会想出办法来的。啊，那行。站住！ 你干什么去？小声点！哎，我现在找到了能进油料库的办法，我出去一下啊！你先别声张，我快去快回啊！这不符合纪律。如果能行的话，破坏一下纪律也是值得的。就这么着了啊！哎，我是副队长，我不能带头胡来。